待会楼下整理完，记得还有楼上的房间要整理。我十二点会检查，尤其是你抽屉有没有问题。没有。就像你上次说的，不要留有遗憾嘛。这里永远都是你的家。嗯。一条红色的围巾，恭喜我们的相遇。亲爱的学霸张佳佳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每周一至周五晚上八点，听 TBS 欢乐台，好运到。